再把这一点点绣完就可以，把后面这个布卷上来绣了。这边都已经绣完了，这里是河滩，这个房子好看吧？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最喜欢就是这个房子。把后面这里卷上来，绣完这一块就很漂亮。看一下图纸。是这个位置，这个房子，这是第一部分哦。一共有多少部分我忘记了，反正才没绣了多少。这里挂了好多线，就是它上面都是这种。我又不想断线，然后等把布卷上来了，接着绣，挂满了针。这边也是，先把这一丢丢绣完，就可以挪布啦。